那我今天呢，就来跟这款笔电比一下重量啊 ，Lenovo 的 Slim 7i 哦，好，还是它，哦，这个哦，兄弟有点紧哎，哈，3、2、1，大家好，我是鸟屎，哦，我今天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哦，这个听说上次六探有拍一个笔电的介绍影片，哦，这个 Lenovo 的 Slim 7i Lenovo Legion Slim 7i 是全球 15.6寸 RTX 独显笔电中最轻的，键盘可自定超过 1600万种不同颜色，屏幕是采用 144Hz 100% sRGB 面板，散热更是超强，有双风扇、3个铜质导管跟4个出风口。而今天实况主鸟屎会带着这台只有 1.8公斤的 Legion Slim 7i 做出什么样的实验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得到的资讯只有问我会不会怕高空弹跳，然后我就说不会啊，结果我就在这了，我期待啊，但我不知道什么形式。传说1590年，伽利略曾在意大利比萨斜塔上做过自由落体实验。 将2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，结果2球同时落地。而今天我们就要让87.8公斤的鸟屎跟整机只有1.8公斤 RTX 最轻的独显笔电 Lenovo Legion Slim 7i 一起从复兴桥上落下，看看谁的掉落速度会比较快。 双手抱拉这个扣板，贴着你的肚脐这样拉。哦，这个哦，兄弟有点紧哎，还没拉紧。哦，还没拉紧。对，等下会更紧。哇塞！这么说，哈，还是他？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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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这不是我吗？还可以。那你有想过有一天会跟笔电一起跳高空弹跳吗？我其实有谁啦？谁会想过啦？谁会想过要跟笔电一起跳啊？ 我该留的东西都会留的。最充实光主鸟屎，全世界最轻15.6寸 RTX 独显笔电 Lenovo Legion Slim 7i。这个实验结果是 Lenovo Legion Slim 7i 掉落速度比较快。帅哥坐车吗？哦，大腿筋要抽了，快抽了，再3秒要抽。 真的，我好好好，可以了吧？满意了吧？跟笔电一跳 OK 了吧？因为刚那个结果好像不是很 OK， 我们再跳一次，然后我找一个重量跟你差不多的东西跟你一起跳，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准。那你跟我一起跳。我刚站上去的时候，我想说还好啦，我想说我没有惧高症应该还好吧。我后来发现哦，是我一直来都站得不够高。 但掉下去蛮舒服的，但是就是吼、哦、这个，像蛋花汤的部分哦，太大一包。我刚想说，啊，好刺激，好痛啊！实验当然不可能只做一次
于是我们计算出一个鸟屎等于 48.78 台 Lenovo Legion Slim 7i， 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。不愧是全世界最轻的 15.6 寸独显笔电啊。如果鸟屎跟48台笔电一起跳下去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当然是掉不到那么多台笔电了。但不用担心，我们准备了跟鸟屎等重的沙包，装在 Legion 的箱子中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一次实验的结果吧。装满沙包的 Legion 纸箱。此实验结果是鸟屎的掉落速度比较快。这次可以了吧？我再林，你再说一次。哎呦，我们可能还需要再一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再一次？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为什么？现在要换什么？然后我们想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验证一下，因为刚才是体重一样嘛。我们现在找一个体积跟你差不多的人跟你一起跳。经过两次的实验，我们发现，不管是1.8公斤的最轻独显笔电，还是87.8公斤的 Legion 沙包纸箱，都会和鸟屎的落下速度有落差，应该是空气阻力造成的影响。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好，待会儿就尽情的享受，用力的往后跳。那最后呢，请帮我们扣好这个半月形铁环。什么叮咚？很像鸟屎的放鸟屎。体积差不多，体积差不多。你要不要看一下这哥身高多高？体积哪里差不多？这只是衣服一样吧？他长得也比我眉清目秀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他 OK 吗？他这可以跳吗？你可以吗？你这可以吗？很快哦，这边会很痛哦，这边真的会很痛，我已经有点淤青了，我刚刚去做检查了。这个实验结果是鸟屎的掉落速度比较快，而且假人手会断。走这一下，那个兄弟他的手。可以了吧？三次可以了吧？我兄弟手都断了，可以了吧？可不可以再一次？再一次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跟我助理讨论一下吧。我跟他讨论一下啊。你们在那边等我，我先不要转，讨论一下好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哈，这种自由落体的这个实验哈，没有在那个真空环境哈，不准确。哦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大家这样子看个意思，那个有到位哦，就 OK 了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这个提醒大家要看这个重点啊，是这个 Legion Slim 7i 的这个全世界最轻的这款电竞笔电，好不好？刚第一次跟我一起跳下去那个，就是跳下去，然后大家都想说笔电呢，笔电呢？啊、哦，没事，没有人在乎我怎么样的那款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详情，好不好？再见，我要那个，我先啊，我很好。经过多次的实验，今天的 Legion 不专业实验室大成功，感谢 Legion Slim 7i 跟鸟屎的参与。
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次这台只有 1.8 公斤的 RTX 独显笔电吧。大家都喜欢高瓦，厂商喜欢高瓦。我跟你讲，这支影片出来之后，以后最好所有的工作都到我身上来。